咱实际人人拢是公灵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人人拢嘛是良灵啊，啊，只是吼、哦、时代无同，空间无同，人甲人的条件也无同，所以咱即卖呢，就是爱适应现代的社会，所以咱会分真侪的公灵，吼、哦，啊，比如讲福田。是啊，需要福田。啊，若无呢？咱这个大空间呐、啊，啊，要安怎啊？啊，就是有福田，好、哦，咱人一入来吼，哎，感觉着讲很干净。啊，这就是叫做道场。道场本来呢，都爱清净无染。外境清净无染，就是表示。咱的内心清净无染，这是咱佛法啊的道场。所以讲，福田很重要哦。分工明示，表示有人较专心来福建。其实呢，咱四门八法吼，人人皆通啊，人人都爱通。因为这四门八法离不开慈济人去投入，啊，你凡是叫做助济人，你就一定要承担四门八法。咱伫四十九年前去当阵，咱伫咧做助济呢，师父只是听到师公六字两句话，为佛教。为众生，去当尊，咱的祖先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众生有苦，因苦众生，啊，而且因为你伫咧修行，那你一定爱伫灵魂中，啊，这就是地面啦。啊，咱修行啦，那无经过众生来历练咱啦，然后绝对袂成佛啦。过去吼，我若看到你的面色，我就作气啊！啊，即个无管你吼用枕头安怎甲我堵，安怎甲我骂吼，啊，我都好像呢若无其事，烦恼一点仔都未来惹咱的心里。这呢一定爱伫人群中啦，亲像风炉热火吼，咱一定爱等入去内底，受过风炉热火呢，安淘汰过。打打练练，打打练练，吼、哦！那所以讲，拍踢呀，拍踢呀，啊，就是安尼啊，爱历练过。所以咱真正老实修行，咱应该就是要安怎样入人群中，不受人群的声色习气污染啦。这是吼，咱真正修行。那过去咱若习气较无好吼，啊，是毋是都爱改一下吼？啊，毋通足强势的吼。尤其是即回师父飘降来到遮，要做一个大改革，大家人若同意吼，要大改革呢，恁空间安怎改吼，迄拢无困难啦。科技要安怎吼，都无困难啦。我上烦恼的困难，就是承难雕。大家人的脾气吼，迄、那个性地吼，性地就是心地啦。咱的性，咱的习性，甲咱的心地，这是足歹调的啦。家己若无觉悟呢，真正是真歹调。啊，师父吼是人人师父都感恩，人人的师父都爱，我都唔敢乎一个弟子吼安尼。放弃，希望讲地主的性命都要尽忠回命。几年前我就甲恁讲，恁为做这安尼的付出，师父感恩，啊，我拿什么来回报大家？我唯一的都爱大家人把生命转为慧命，爱听经，啊，恁要听经，我都爱说法，所以啊，就袂当加减讲，都爱真真真讲。所以这回就是出来，我搁炸空壳呢，啊，无我回去吼，
迄有当时啊，规工安尼落来，好好舔脚，入去阴暗吼，啊，规个头脑安尼，所以真的是家族辛苦的。恁若想到师父遐尼辛苦，为着是啥物？希望弟子提升慧念，吼，赶快一条生命来人间，恁会当唔捌复烦吗？恁世间法是安尼付出，啊，恁敢会当唔知影复烦？所以佛法爱了解，恁现在就是伫咧行菩萨道，即几十年来恁就是伫咧行菩萨道。啊，佛法来见证讲吼，咱大家人爱安心，我行过来就是菩萨道。我唔是修福无修慧，我原来是福慧双修，即嘛一点就通啦。吼，那即种入灵群中，我伫咧修行。修入灵群，未修这个灵群，把我影响到。我还阁是道根吼真深，我还是呢对人对事对物呢，我会当真正通彻了解。我袂甲人计较，我袂甲这个烦恼藏伫心里。这是吼菩萨，所以我即摆是真期待讲吼。是这人，拄只咧问讲，啊，恁什么功能？什么功能？我即回开始要阁甲恁讲吼，功能咧一定爱展开，无希望恁爱记着事讲，无希望任何一个人甲众生绝缘，因为咱爱因缘果报观。你即世人呐，拢无要甲人结缘呐，或者是前面有结，后面无结缘。那安尼呢？咱后面的烦恼真多，唔知如果碰到了偌济恶缘，吼，咱唔知。所以希望讲吼，还是善缘不断，不断去结好善缘。那因缘果报，吼，咱应该爱。所以希望讲，大家人这个方式啊，或者是功能啦，吼，那是。虽然这个功能是虾米人在了负责，但是呢，开始在了做都是爱，大家人拢做会到的。安，咱来计较无做到，唔是计较讲我来做遮济，因为你有做到，你就是甲人结善缘；你无做到呢，就是甲人绝缘，吼。这点呢，你爱想好清楚啦，吼。总而言之啦，今仔日就是真期待，咱人与人之间要和和互喜，吼。咱即摆的道场这么大，咱这个空间若无用来做道场吼，菩萨道场真正是足可惜，吼。那么是浪费了一寡大家人发心吼的这个资源，咱大家人发心出来，咱。可以每处土地都会扫把，每处的青标都会教育。那咱人人啊，无处不在人人，无不教育。所以希望讲哦，增长慧命，希望地主哦，不但来得来到人生的这个时空吼，啊，咱的性命会当碰到主宰，啊，伫这主宰咱会当讲哦，过去的烦恼。凡夫烦恼碰到了化，应该化譬如水，啊，能洗涤那里心灵的过往，也让减少我们的烦恼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增长这个慧命。那这个慧命呢，第一个就是要懂得设定法，啊，第二呢，要知道呢。因缘果报法，哦，第三呢，要知道如何六度万行，哦，这你最后一定的爱行入真观中，爱行菩萨道，所以咱才讲《法华经》有三机，哦，三台车，阳机、六机、大乘阳机，哦，所以期待人人的真正行到大乘阳机，这是。师父过去一直讲的话嘛，吼，也是经典多讲来到这，所以大家来讲吼，咱的转生命运平命，吼，人生呢真正是必须爱成长起来，不是干那打转在迄个地线，
智识不等于智慧，因为智识聪明呢，伊也是同款满心的烦恼，也智识聪明还是呢这个善恶参半。但是慧命增长慧命呢，完全就是干净哈，清净无染。咱大中有这个空间，我希望讲哦，啊，在法中咱来精进，哈，啊，咱伫这个要安怎成就净化人心，我们的空间、甲人甲人的中间，把握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要赶快积极哈来做。